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六月十七，国历五月十二，礼拜一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基。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李康利是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热烈登场，六场大型马拉松赛事陆续开放报名，邀请全国乡亲做伙来彰化运动。彰化县青少年管弦乐团七月四号到十三号将前往奥地利参加2024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和平镇公所启动“一起爱和美，一起做环保”活动，每个月十七号举办用资源回收物兑换利用品的活动。新闻头一条来看，今年彰化县有六场大型的马拉松赛事伫要来登场。今仔日上午，彰化县政府正式启动大家期待真久的2024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有包括知名的田中马拉松、丽水的跑水马拉松等。这挂赛事上紧伫九月底举办，拢已经陆续开放报名。2024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正式启动，彰化县政府今年总共规划六大场的赛事。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点燃胜利之火。县长王惠美表示，秋高气爽的好日子，上适合在户外进行跑步的活动。县府对九月二九开始，先由同济会举办的亲子巴拉公益路跑拍头阵，刷落来也阁有关林赛珠杯、田中的马拉松、鹿港马拉松等六场。那这六个场哦，各有各的特色哈，有的是产业的，那有的是让你看古迹，有的就是让你做公益，有的是让你亲子一起来的哈。所以呢，在这边还有一个共同的通点哦，就是彰化人很热情哦，来这边路跑，你拢会受到阮彰化人的这个欢迎哦。为着迎接这六场的赛事，县政府规划相当多观光旅游行程，邀请全国民众做伙来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彰化，做伙感受彰化的好甲彰化的水。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彰化县青少年管弦乐团七月四号到十三号准备到奥地利音乐都市维也纳，头一届来参加2024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乐团将台湾民谣组曲带到国际舞台，除了到维也纳街头快闪表演以外，也会到相关音乐的金色大厅来进行演出。六月三号，特别在奥地利维也纳演出的彰化县青少年管弦乐团带来好听的乐曲。乐团指挥表示，这届甲团员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奏是真难得机会。借由这届机会，将大家熟悉的台湾民谣带到维也纳。带团到维也纳的黄金厅去演奏，然后这次机会很难得，然后我想说借这个机会，帮我们一些大家熟悉的台湾的民谣带到维也纳去，那我们会演出李嘉颖老师所编曲的台湾民谣组曲，那希望在维也纳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都能听到台湾的声音。我们期待让我们青少年管弦乐团能够呢也跟国际接轨，透过这样的部分到国际上面去学习，也把台湾的一个组曲的声音也带出去。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所有师长们以及我们所有家长们的一个支持。那当然我们学生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情谊这真的都是他们非常用心。乐团新员也讲，会当出国表演，感觉真欢喜，大家拢做了真充分的练习，要让国际看到彰化。我今天读彰化艺术高中高一，然后学七年了，然后这一次的感想就是，每次的练习就是很充实。然后也谢谢县长能够给我们这次机会，然后到维也纳去表演。
然后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开心。馆长王惠碧指出，为了减轻团员的负担，馆府特别补助200多万的团费。团员除了到维也纳相关音乐的金质大厅演奏、进行音乐交流以外，各种接受音乐学院的大师班指导。同时，主办单位阁安排团员做街头音乐快闪，将台湾民谣组曲带予全世界。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民众党中华广东部15号成立，立法委员张其凯甲广东部联合服务处党主席郭文铁亲自出席甲拜仪式，强调成立服务处就是要为地方到中央有一条龙的服务。广东部也利用机会举办吃巴拉比赛，借出来考试一进党，干来晓开巴拉票。民众党中华广东部甲立委张其凯联合服务处正式成立。广东部主委张雪茹表示，民众党伫中华这两年以来，党员人数有明显的成长。如今阁立委服务处伫中华设立，未来服务会更加完整。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会全心全意为台湾民众党，也感谢凯哥，感谢你到彰化先来，因为你在。因为你在我一点都不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后彰化的地方事情可以处理了，雪茹来处理，如果要中央的其凯来处理，包括立法院8个立法院，国城玉珍8个立法院，还有从中央的柯文哲到我们的党团一起来帮他处理，好不好？民众党党主席郭文铁表示，设立联合服务处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从地方到中央，争取更是经费会当有更加多元的管道。我们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一条龙服务，就是说在地方里面我们有代表有议员，那中央 也要有立法委员，那把程度这样合起来这样才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服务。那么市场很多东西的确也需要地方跟中央层级一起合作，有时候这个比方说申请经费这边申请不到，别换个地方再申请。民众党在联合服务处告白仪式当中，阁举办了真趣味的吃巴拉大胃王比赛。除了借此机会来营销中华巴拉以外，嘛是要来考试的一进党，干来要开巴拉票。大中华新闻张世良、王林采访报道。为了庆祝警察节，何必一间咖啡业者直接到何必警察分局头前的广场，现场泡咖啡来慰劳环境的心得。休困一下，马上回来。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今麦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清。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5月13。今日通讯记载，明仔在位日正南方，好时是上午9点到11点，适合哪在？继续提供详细路面的资讯和详情参考。为了落实资源回收工作，何必定公所启动一起爱何必、一起做环保的活动，按四月开始，一直到8月，每个月17号固定举办资源回收物兑换活动。这个月是甲何必农会合作，去每只品种来共享成绩。为了落实资源回收工作，何必定公所按四月开始，一直到8月，甲各单位合作办理17爱环保活动。
在每个月17号举办资源回收物兑换利用品活动。这个月是跟河美农会合作，请不少农民朋友来参加。今天主要是针对农友农药空瓶的这个回收，那我们希望呢农友们把农药空瓶呢带来我们这边来回收，换取生活用品，避免水的污染跟土的污染，以及民众受伤这样的一个疑虑。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是7月17号在我们仁昌的全联店，那以及8月17的和美镇公所的清洁队。那我们希望农友们还有我们和美镇民带着回收物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各站呢，来一起来换生活用品。那我们也提供一个兑换点，然后除了呢，我们让我们的乡亲啊，我们农友有一个可以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的一个诱因以外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宣导，可以让我们农友知道说，我们农药品不要随便的丢弃，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水源、土壤以及环境的一个污染。那同时呢，玻璃瓶的部分呢，就会产生对我们的农民的一个身体的危害。那希望这样子的宣导方式呢，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环保。因为全部都捡起，较袂担咧水沟后边担啦，啊嘛较袂后边担垃圾车，较袂迄个制造污染啦。将资源回收物摕到起点回收，皆当兑换生活用品。不少民众一透早就将规车农业罐仔运到农会起点，要来做回收。清洁队表示，为了建立民众良好的资源回收观念。虽然每个月都有主题，但是民众也是当用手机啊、打电池、公碟、玻璃容器、农业罐仔、甲各啊罐仔等资源回收物送到回收起点，同款会当参加兑换活动。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为了庆祝警察节，何必一间咖啡业者特别将行动车开到何必警察分局头前的广场。现场泡咖啡、做饮料，替一群的环境加油打气，感谢因无私的奉献。为着庆祝警察节，河美一名咖啡的业者特别把行动的咖啡车直接开到河美警分局头前的广场，亲手来调制饮品，替所有一群的环境加油打气。左咖啡的板娘以及他的父母亲洪董，其实都是我们和美分局的警友，长期以来都非常的支持跟支援我们和美分局。那在这个属于警察同仁的节日，那也非常感念跟感谢酒窝咖啡特别又拨空然后到和美分局来慰劳我们的这些弟兄。警察工作是个非常特殊那慰劳的一份职业，那这份工作其实需要同仁的热忱，那我们也相信在地方乡亲这样子的回馈心意底下，那和美分局的各一位同仁都会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在治安跟工作上面加把劲，然后更为我们的乡亲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回来和美创业，然后因为我是和美人，然后回来创业之后，我觉得各行业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尤其是为民服务的警员们。那我们趁着就是警察节的关系，所以来到和美分局来泡咖啡给大家喝，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有动力来为大家服务。安慧平表示，对去年八月决定回来故乡创业以后，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决定把行动的咖啡车直接开到分局来，这次换伊用行动来支持警察，感谢因无私的奉献，守护地方的民众。大正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昨天独木舟嘉年华在庆安水道落来登场，现在民众都来体验划独木舟的乐趣，广告回来带乡亲来去了解。从前从前，在一个遥远的村庄，住着猪爸爸和三只小猪。慈爱的猪爸爸分别在猪大哥、猪二姐以及猪小妹成年后，送给每个人一块土地，并期许他们能够将这份珍贵的资产好好利用。多年来，三兄妹们各自出外打拼，适逢假期，兄妹三人又聚在一起叙旧。嘿，老哥，好久不见，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啊？
哦，最近哦，最近都在忙房子的事啊，差不多要交屋了，大概下个月就可以跟你大嫂一起住进爱的小窝啦。哇，太好啦！哎，到时候记得要办 party， 请吃好料哎。哦，这是一定要的啊。啊，是做大妹啊，那你呢？最近这几年过得好吗？嘿嘿，还不错的啊。多亏当年老爸给的那块土地，让我在上面盖房子，处处给人做生意啊。我现在每个月就收收租金。哎，现在的我啊，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包租婆啊。吼吼吼，美外哦。哎，那我很好奇哎。啊，这样地价税是要缴多少啊？啊，像我在老爸给的土地上盖房子，单纯用来自住，地价税率是2%。啊，那如果出租营业使用的话呢？哦，出租营业使用啊，地价税的税率是采10%的累进课税。申请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需由土地所有权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持续于该地上房屋设户籍，没有营业或出租使用，且地上房屋是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才可以享受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2%哦。哦，原来如此。哎，那你盖的房子全都租出去了吗？没有哎，目前还有一半是空房。哎，那要留意囤房税哦。政府现在啊，针对手上持有超过一定数量房屋的民众，有额外加重税负。哎，哎，这样啊？哦，谢谢老哥的提醒，我再多多注意。政府现在针对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加重课税，达到租税公平目的，打击囤房行为，增加租屋市场的供给，有助租金平稳，达到量能课税及促进资源有效利用，落实居住正义。诶，奇怪，怎么都还没有看到朱小妹人呢？Hello Hello， 来晚啦，拍摄早上把车子开去保养 ，delay 了一点时间。嘿，老妹，这台车看起来很厉害耶，看起来这几年公司应该发展的还不错哦。啊，自行创业也是不容易呀，经营上我也碰到了很多困难，虽然舍不得，但还好有老爸当初给我的那块土地啊，卖掉再扣掉土地增值税之后，这笔款项才让我的公司可以度过危机。土地出售时，应按土地涨价总数额课征土地增值税，由卖出土地之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税率一般分为20%、30%及40%。哦，啊是讲小妹啊，啊你这台车看起来真正就袂歹的呢，啊不过这台车的税金应该也不便宜哦。当然啊，我好不容易才存钱买了这台闪亮亮的新车啊，不过每年该缴的税还是得缴啊。你好，这里是彰化县地方税务局，你的113年度的牌照税预期金额是8880元，3880元。请点击以下的连结，并于113年5月31日前完成缴纳。啊，无吼，会发5000元的滞纳金哦。我不是已经缴过牌照税了吗？怎么还会收到这封简讯啊？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小妹啊，这是诈骗简讯啊！之前我也收过类似的简讯，啊，还好我有打去165求证。税务局不会传送非 gov.tw 的网址供民众点击缴税哦。对啊，简直是太可恶啦！小妹啊，之后如果还有收到类似简讯啊，一定要谨慎求证。哦，还好有你们在，不然就差点掉进去诈骗圈套了。欸，大家今天难得聚在一起，啊，我们来去吃一顿好料的吧。哦，前天哦，25号发票开奖，啊，哥哥哇吼，运气不错呢。中了比一般发票奖18万呐！哇！哦，之前哦都是用纸本发票兑奖，啊，后来发现改用云端发票，省时省力又环保。消费时只要把发票存入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就可以快速查到所有发票明细的内容啦。
中奖几率比纸本发票还高哎！今晚这顿哥请客。哇，谢啦哥！而且这个云端发票我还知道啊，只要完成领奖账户设定，这中奖的奖金啊可以直接汇到指定的金融账户，轻松又快速，奖金不漏接。哇，原来云端发票这么好用啊！那我要赶快下载 APP 来使用。啊，今晚这餐就先谢谢大哥啦。来来来，要吃什么自己点，快点快点哦。哦，我的肚子已经好饿了。欸，姐，你那衣服很好看，去哪里买？兄妹三人的欢声笑语此起彼落，好不热闹。时间仿佛不存在一样，可以想象他们之后一定可以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欢迎回来到开播的中华新闻。现在落日山西独木舟嘉年华在庆安水道热烈登场，今年活动因为气候因素延期举办，游客有原是真热情来参与，不少民众一透早就规家大小到现场排队准备落水体验划独木舟的乐趣。山西县公所的独木舟嘉年华已经是地方上有知名度的夏季行动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调整体格。现场也安排精彩表演、小食摊位、加泡泡池，让大人囡仔拢耍个真欢喜。哎，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在县西公所，在我们这个青安水道来举办这个独木舟嘉年华会的活动。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各界哈对这个活动的支持与赞助。那非常感谢哈啊这些对我们这个支持。那今天哈这个天气非常的好，也非常高，老天爷的帮忙，那让我们这个哦风和日丽啊能够顺利的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把这个活动办起来，来推广我们县西在地的这个观光。那这是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水域哈，那也非常欢迎我们各界的乡亲哈啊，各县市的乡亲都有空来到我们仙溪来踏青来郊游，那欢迎大家。两个默契好，可以玩到桥那边去。啊，如果体力不支的，我们就不要挑战这种，我们在这边体验一下。然后现在的风雨刚刚小一点，在下水的时候就不一定。在乡长苏伟俊也跟夫人做伙体验划独木舟，伊表示庆安水道是一个较安全的水域，非常适合发展水上活动，也希望活动的推广会当活络地方观光，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华新闻叶凤梧、山西彩虹报道。看表演、听音乐、享用在地美食，即个全部拢免钱。凤凰乡公所举办2024夏日音乐会。15号拜六下晡，伫分园保障市的广场举行。香港所邀请包括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龙川武装青年等表演团体登台演出以外，现场阁有分园盛产的往来乃至以及炒米粉等在地美食，让民众那食美食、那听音乐，享受欢乐时光。分园保障寺庙埕闹热滚滚，舞台顶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带来好听的音乐。好听的音乐嘛爱配好食的美食，乡公所准备当日盛产的分园往来甲奶汁，全部免费予民众食汤海。真侪民众是全家大小做回来。哎，你觉得这样的活动好吗？很好哎，推广在地的凤梨。还有，啊，音乐呢？音乐就很悠闲，还可以听音乐，真的哦，很顶级的飨宴。你今麦看到现场是咱分两乡的夏日音乐会吼，啊，今年吼每一年拢有办，啊，今年第一，咱保障是愈来愈闹热，人愈来愈多，啊，你看因吼拢食到旺来，食到奶汁，啊，嘛有咱店面有准备着米粉要大家吃，啊，结束吼，个人赞助吼，咱的肉粽，啊，分两吼肉粽。肉粽哦也越来越有名了啊！主要是要推广这些美食拢特产啊，加上音乐会。专工来参加这场夏日音乐会，立委黄秀芳讲，真感谢乡公所逐年拢会举办这么好的音乐响宴，看现场的民众这么多，大家拢真享受这个假日的美好时间。中华艺术的旗号，咱的分公所
啊，请问今年是宝藏寺拢会举办这个夏日音乐会啊？拄好是夏天吼，风雨出山着荔枝甲往来，看到好食的往来甲荔枝吼，荔枝拢足大粒的，啊嘛真欢喜，大家会当一只啊听音乐，啊食好食的水果，啊搁有食咱风雨出山的这个米粉。乡公所强调，每一年拢会伫咧风雨荔枝往来盛产的季节来举办音乐会，甲乡亲做伙分享台湾在地音乐、台湾本土的优质水果，体验浓油时间的趣味。大众新闻张世良分享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客户搁在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的总交易量是49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23.2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花菜上价42.1元，中价38，下价22.6元；菜粿上价36.6元，中价32.5元，下价20.7元；烤粿上价59.3元，中价38.2元，下价23.5元；果上价20，中价17.5元，下价10元。鸡上价30，中价26.4元，下价24元。各类菜上价29.2元，中价24.3元，下价15元；白菜上价17.1元，中价10.7元，下价7.5元；保鲜膜上价16.6元，中价12.3元，下价8.4元。青菜上价66.7元，中价44.6元，下价30；芥菜上价31.7元，中价22元，下价15元。韭菜上价15元，中价11.2元，下价7.5元；红菜头上价17.1元，中价13.9元，下价10.3元。来关心户外空气状况，环境风场吹西南风，中部分嘉南地区为电影方面的所在，扩散条件好，因此空气品质属于良好等级。另外天气方面，北边的风面小可接近台湾，透早到上午的时间。西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啊，若中昼过后，伫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等所在，爱注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军，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学习才会有力量，父母有说不出口的压力，孩子有不懂表达的困难，看不见的更需要多一点用心。
更多的关怀与支持。用爱包围，让我们陪孩子一起长大。因为有你的支持，让每一个家的爱变强大，看见孩子成长与希望。